波波星球，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的频道哦。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告诉我自己，也想努力赶上光的影，越无法抽离而已，觉得美，刻骨铭心，只有我。交出真心的勇气，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曾顽固跟世界对峙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站在尘封的位置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我住在霓虹的城市，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。你可以翱翔，可是我只能停止。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站在尘封的位置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我住在想你的城市，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。你只需要想，还有我为你坚持。Ready！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，希望让这世界静止，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Thank you.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监制跟编剧徐林导演。你已经看了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吗？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人都在讨论这部电影呢？这部电影会是今年你看过可能最感动的电影哦。如果你想要找回那份感动，欢迎赶快现在进戏院看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哦。嗨，我是泡泡哥哥。嗨，我是张翔。因为呢，这部电影太好看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拍成舞蹈影片。然后这部电影我看了两次，演员真的演得非常的好。那张翔，你为什么一直要撤离？因为我右脸比较帅啊，右脸比较帅，所以我就找了张翔拍了这部舞蹈影片。嗯，然后因为他找我拍这部影片嘛，所以我还为了这个事情，然后去看了这部电影。对，我本来想说请你去看一下，因为待会跳的时候比较会有感觉。殊不知你真的也做了功课，非常棒。爱不分你我，我们一起进戏院看戏喽。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哥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